三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思念此正了吧？三哥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后悔了吗？那这是什么？方便你怀念旧情，睹物思人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无论我怎样全心全意的对你？ 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人从你心里铲除啊，林恒景，你真的是这么绝情的人吗？还是你压根儿就不愿意把感情浪费在我身上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啊！我是你丈夫，你我同床共枕。 天当着我的面去思念别的人，你让我怎么想？小北辰，你不要入戏太深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协议结婚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只不过是协议结婚，我无权管你。